OK，推进大陆，这么一个新手游了。新手游，很有意思哦。一开始就是选择这个角色，你可以看你要选择什么职业。我们选这个好了，看起来比较有趣一点。什么古灵精怪，也蛮有趣的。它其实是一个挂机手游，哦，那玩法非常的简单，那你就这样一直去调试首领，你就可以一直攻略下去。全新的挂机手游，然后你看一下邮件里面有什么，可以继续弄下去。那就挑战 BOSS。喝水。你角色呢？可以再加点一下，我们继续弄下去。哇塞！好，针对它升级方法，然后你这边又再加点一下。OK，好，那就继续弄下去。即将挑战，你再加点一下。这边就是它的宠物系统，把它放上来。好，这边有宠物的升级教学。这游戏哦是一个全新蛮轻松的游戏哦。哎，为什么那名字取得这么时气啊？哦，蛮有意思的。然后这边有它变强的方式，其实就是升级。哦，继续弄下去，突然交给你可以提升战斗力。好，这边就是工厂攻略，你就是攻略下去吧。然后这是它的主界面，三层抓虫、重生背包、排行榜跟好友。嗯，角色也可以再加点一下。这边宠物你可以再升。我们今天这个手就到这里哦。